你以为葫芦都是一个样？先看看这个蟠桃寿翁。它这个就是在田里边就过世了，因为我们是利用它在生长时候种的时候，然后用绳子去捆绑它。那捆绑它的时候，那时候就要过世到说它的该布局的位置。还有这顶上打结的奇特造型，工艺坊折断了数百条长柄葫芦才完成唯一，当然列入非卖品。那现在虽然是那个理论上知道怎么去突破它，但是成功率还是非常非常少，因为有时候你一接触一摸它就萎缩掉了。热爱葫芦雕刻创作，工艺坊的启蒙者是把葫芦剖开当水瓢的老奶奶，还有一段深刻的童年记忆。小时候看那个新神仙故事啊什么的话，那个里边都是葫芦可以收妖嘛，那个小孩子比较天真啊。那时候你相信啊？对，我那时候是相信。就这样被吸进葫芦的乾坤世界里，那个相信会有神力、爱画画、被父亲劝阻别搞艺术的小男孩，无师自通摸索30年，成了创造20几种雕刻技法的艺术大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件，其实才刚从总统府被借展回来。对。所以您的作品常常就在各个单位被借展，对吗？是，常常在外面展出。所以做得真爱吗？可以借我吗？我会记得还爱哦。我会记得还，要记得还。让葫芦展现百变姿态，工作室里作品量惊人，国宝级大师的创作空间，一个小角落，很符合他说的，艺术就在生活中。30年来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力都投入到这里，现在在传承的话，就是说。希望他不要丧失掉。语调中透露矜持，工艺坊思考、创作、期盼之钉。葫芦世界里还有许多未完成的梦。做得真爱吗？我会记得吧。做得真爱吗？我会记得吧。